七，有肯定长个1.7米。他这个脚特别长。赵老师他今天没有课，赵老师现在是主管负责教学了，就是正常的话他平时暑期暂时是没有课的，对，他就是教学主管现在，然后主要是梅老师还有季老师现在。包括我们这个号也是一个新账号，就是很久没有直播的账号，所以说大家可以，在看直播的同时，没有事的话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对，我们点点赞，因为你点赞多了，那个，抖音才会给我们推流量啊，对，因为现在的话，这个新号很久没播了，所以大家可以帮忙点点赞，谢谢大家。参加艺考有什么条件？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体条件，对吧？你的身体要合适，你的比例、你的腿长，对吧？然后包括你的形体、你的条都要合适。因为走，特别是小艺考，对你的身体条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有你自己能不能吃苦？对，因为练舞蹈的话，肯定是要吃苦的。看一下压小胯吗？这节课没有压小胯。对，现在在压脚背。加油，加油！主要就是两块，一般的话正常，如果说打算走小艺考的，就一般是先去给专业老师，找专业老师做一个专业的体测，全方位的体测，去看一下自己孩子适不适合。8岁女孩还能学舞蹈吗？可以，可以。就是学舞蹈的话，其实都不晚，知道吧？特别如果说，即便你打算走专业，你8岁也是来得及的。像很多孩子他都有零基础的，可能到了10岁、11岁才来学都有的。因为正常，如果你即便打算走专业，你在3年级之前也是去上一些兴趣班而已。你在3年级去上一些兴趣班去练一些基本的动作而已。你真的去练你专业，要到3年级之后。男孩压了吗？男孩应该没压，刚上课呢，才上课10分钟、十几分钟。对，没事没事。然后大家有任何的舞蹈艺考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打到公屏上，然后我们跟大家去解答一下。对，然后可以帮忙点点赞，对，在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帮忙点点赞，谢谢大家。因为这个是新号，所以还是需要大家的一个点赞数据的支持的。然后我们左上角也给大家发了个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左上角的福袋。对，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左上角的福袋。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啊，记得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就是你左上角还是红色的，红色加号的可以点一下，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直播，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去了解，就你点关注系统才会给你推，你不点关注后面可能就找不到了。那一字马怎么样？一字马肯定没有问题啊，很多孩子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一字马这种竖叉横叉这种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小的时候孩子的软度是相对还好一点的，你看。刚刚那个老师错误的动作就是拐脚。你们周末就要来了，期待孩子的蜕变。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做完了以后继续压，然后那个我刚刚压完脚背的人现在拿纸巾，拿好了纸巾吗？对，他们现在也才练5天。现在是曲格格，对，在哪里？在南京，南京，南京江宁88拍。一个班几个小朋友？一般的话，正常我们是8到12个，然后现在这个班我看一下啊，应该是7个还8个。应该是8个左右，反正，对。然后我们左上角福袋还有4分钟，大家没有参与我们左上角福袋，可以去抢一下我们左上角的福袋。现在就有4个人参与，中奖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对。现在就要搞，大家去压脚背。
哎，老师他都是往看，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就是发现我们老师都是给他去往外压的，就是他的是往外的整个脚，而不是往里去拐的。有男生吗？有，这个班有两个男生。其实男孩子去走这个舞蹈艺考啊，特别是小艺考，其实优势是非常大的，在这儿也没因为教过你。竞争压力会比较小，他的竞争压力会小很多。对。欢迎新进来的观众，大家可以有任何的舞蹈艺考的问题都可以打到公屏上，然后我们给大家去解答一下。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然后每天都会直播，大家有任何舞蹈艺考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的时候，都可以随时来直播间。对。现在老师给咱们去讲一个训练的动作的注意要领，怎么去发力。对，你看有些孩子他的脚背稍微好一点点，他就没有那么疼，他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没有痛感，没有那么强。对。包括其实，暑期集训的话，其实很多孩子去来暑期集训的目的，也是去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他能不能适应这个就是集训的一个强度。因为，集训的话会比那个周末班或者说大家平时上的兴趣班，它的强度大很多。有些孩子他不一定能坚持下来。对，因为你打算去走这个舞蹈艺考的话，一定是要孩子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回事，因为孩子的热爱非常重要。如果说孩子他不喜欢的话，那很难去坚持下来到后面。对，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对，大家没有有粉丝灯牌没有送的，可以送个粉丝灯牌，谢谢大家。今天老师就给大家去讲怎么去练。就是你自己这个脚背怎么压的时候是具体一个什么感觉。对，就是其实练舞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找到对的感觉，对吧？你要找到对的感觉之后你再去练，你才知道你练的时候过程中要注意什么，你的肌肉要怎么发力怎么控制。要不然很多孩子他就是他老师叫他去压脚背他就去压了，但是他都不知道怎么才叫对的压脚背，他其实压的时候很容易就第一个就是受伤，第二就是说他没有练到对应的能力就白压了。你感觉压脚背不疼？对，是的，有些孩子他的脚背就是会天生比较好一点点就不疼。对，包括小的时候肯定会好一点点，大了可能越大他就会越来越硬，如果没有保持持续的训练的话。对，然后我们左上角福袋还有一分钟，大家没有参与的可以参与一下我们转交福袋，然后没有点关注可以点关注，也可以帮忙点点赞。对，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因为这个是新号直播，还是需要大家的一个点赞的支持的，要不然抖音它不会给我们推流量。对，软度里面你就脚背就好，那很不错呀。对，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现在就开始去讲这个脚背该怎么去压，怎么去发力。对。先要把就是你的动作一定要到位。一个班里有几个孩子？现在是正常我们是8到12个孩子一个班，现在应该是7个还是8个？我记得这个班是8个孩子。对，然后我们福袋开了，我们再给大家发个福袋好不好？
再抓一张纸巾之后，继续去压脚趾。面无表情，是的，他好像不疼。有了，慢慢给他，慢慢给他上发力了，就会有一点点疼了。其他孩子干嘛？在后脚背。继续。后脚背，然后练过了就在这抓纸巾，就是用那个抓纸巾，然后也是在练脚背。对，我们左上角给他发了个福袋，他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左上角的福袋。慢慢老师发力的就会稍微疼一点点了，他的脚背还是可以的，其实他的整体条件都还可以。对，好像哥哥妈进来了，好像他刚压完。不疼吗？疼肯定是疼的，只是相对来说，就舞蹈生他疼肯定是疼的。对，加油加油，只是相对来说你练多了，你的软度越来越好，就越来越不疼了，包括你的忍耐力也会强一点点，习惯了嘛，对吧？因为你练舞蹈肯定是解决软度的时候肯定是疼的，疼多了他们就习惯了，所以说练舞蹈的孩子他们都非常的棒，就是非常的坚强。对，欢迎新进来的观众，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艺考的一个暑期集训的课堂，大家有任何的舞蹈艺考的问题都可以打到公屏上，让我们跟大家去解答。对，就是其实艺考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和选择，对吧？就是很多孩子可能打小他可能就在这一块比较喜欢舞蹈啊，或者喜欢艺术，在这块有天赋，那他去走这一块的话，他就比较有，就是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合适的话。就是360上好像出状元，包括现在其实国家对美育教育也是比较看重的。舞蹈艺术在其实在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就是一定不要拐脚，脚背一定不要去往里去转，而是往外开。对，大家没点关注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关注，然后我们也有个福袋，给大家发了个福袋，大家可以去抢一下我们的福袋，然后在看直播的同时没有事可以帮忙点点赞，因为这个是新号直播，需要大家的一个点赞支持，要不然抖音不给我们推流量，谢谢大家。对，然后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打到公屏，然后我们给大家去解答，包括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你的孩子适不适合去走这个舞蹈艺考，也可以把你孩子的一个基本条件年级身高体重打出来。悟空走小艺考有什么要求吗？有，第一个就是对你的形体有要求，包括对你的年龄有要求。对，因为小艺考第一个主考年是五年级和六年级，如果你错过了就会比较难。然后第二就是说你的身体条件要合适，就是你的比例身高然后形体这一块要合适。第三个就是说你的孩子要有对舞蹈有足够的热爱，他才能坚持下去。舞蹈是专业吗？肯定专业啊。第一，我们的老师都非常专业，像梅老师他是也是附中，小时候也是走附中，然后后面考上了青海音乐学院，考上大学，对吧？也是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了，怎么可能不专业呢？王若涵我不是特别清楚在不在，你看老师给他去压脚背。王若涵我应该好像这个班没有这个孩子吧。对，大家没有点关注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关注，然后左上角有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其实学舞蹈的孩子他们都非常的就是不
不像文化课的孩子，可能你上课给他上课，哦，他可能就是会走神啊，或者不想听啊这种。但是学舞蹈孩子，其实他们都非常喜欢舞蹈，所以他们上课起来也是非常的配合，都在认真的听，认真的在练。对，都会，即便疼，他们也在坚持去配合老师去练习，这就是主动性的一个问题吧。其实主动性你就能决定很多东西。直往下压就正常这样摆，而是我是我女把你拉膝盖。然后现在就是给他去找到对的感觉，加油加油，学霸加油！对，欢迎新进来的观众，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然后我们左上角的福袋还有4分钟开奖，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啊，现在就是压完，刚压完。再去推脚趾，对，然后大家比如说有什么就是艺考、舞蹈、艺考相关的问题，可以打在公屏，然后我们来去解答一下。或者说想要去了解一下你的孩子适不适合去走这个舞蹈艺考，也可以把你的年级、身高、体重打在公屏，然后我们给他去分析一下，一般要训练多久？一般的话，全日制的。如果说你打算去走专业的话，是要训练6到8个月，因为你要系统化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你考小艺考，不光看你的身体条件，还要看你的剧目表演，然后还有即兴的能力，包括你的各方面，其实是需要去塑造的。5年级身高150，体重65斤，可以吗？可以可以，5年级的话身高有150这个身高是够的。然后体重的话可以稍微再瘦个5斤，瘦到60斤以内，因为你一瘦的话，就是你的整个条形体比例都会好看很多。对，因为到时候考试是要穿体操服的，你穿体操服的话，你稍微胖一点点都会非常明显，老师是非常严，专业老师的眼睛是非常尖的。那个小男孩压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刚刚一个人来压，还没压到那个小男孩。大脚趾的意识怎么练的？五名，你可以，如果说想要沟通的话，可以去联系我们后台，到时候我们让专业老师跟你去沟通一下。1年级7岁半，124可以吗？就是。1年级7岁半，124的话。7岁半太小了，现在还不能去判断出来。对，你3年之前主要就是，如果打算让孩子走艺考的话，你就可以去先去让他上上兴趣班，培养一下那个舞蹈兴趣。对，然后到3年级的时候做个体测。其他人的干啥？其他人在号脚背，号脚背，然后压过了，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去抓纸巾去练习。小升初的话，你已经可能就是过了，就是12岁153的话，就其实身高体重身高都可以的，体重也还好，就稍微再瘦一点点就行了。但是你已经过了那个最合适的年龄了，能考的学校就比较少。小尖尖5年级143，体重52，可以吗？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尖尖。对，因为你这个身高的话稍微有一点点矮，就是没有很大的优势。对，身高有点点矮不是很大的优势，知道吧？你如果说真的打算走，你可以去做个骨龄，你看一下你6年级的话大概能长得多高。如果说你有个1米5左右还可以，如果你就是1米45以下的话其实就很麻烦。小升初的话就已经错过了小艺考了，知道吧？6年级65、70斤可以吗？可以可以，只是你是今年6年级还是明年6年级，你是现在是5升6还是6升初。如果6升初的话，就是能走的学校就比较少。
六年级，膝盖，先指一下，对，膝盖150，小升初，怎么都是小升初的孩子，就很可惜，知道吧？大家如果是小升初就很可惜了。好，你们两个下来，拿盘带绑腿训练。56，56，小姨，你这个身高体重很棒了，真的很棒了。你的身高很高，然后包括你的体重也很瘦，对吧？你去走，真的，你这个条件，如果说比例好一点的话，其实一类院校基本上都可以冲一冲了。就是好好练一练。该上初一了，该上初一的话，初一能考的学校就不多了，知道吧？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可能都是对艺考可能就不了解吧。就会导致孩子可能错过了合适的时间段，知道吧？因为确实小艺考他的主考年就5年级到6年级，如果说你错过了，你到了初一的话，大部分学校是不收初一的，只有几所学校可能会收初一。那你去考的话，你的难度就完全就会上升很多。对，但没有点关注可点关注。小艺考好一点还是走特长生好一点？能走小艺考肯定走小艺考。如果说你能考上的话，走小艺考肯定是好很多的。小艺考你进入了附中之后，你会一半学专业一半学文化，而且到时候教你老师都是专院校的老师，对吧？你的舞蹈能力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小升初1米568斤左右可以吗？小升初已经晚了，就是你能考的学校很少了，就是只能，如果说你又没有基础的话，就更加难了。你的身高体重是可以的，体重的话稍微再减个8斤就可以了，就是你们年龄可能不是特别合适的现在。啊，你已经考上艺校了是？你这个标准可不可以？还是瘦一点好的。对，你现在还是有点胖的。对，尽量再瘦个6-7斤吧。对。你看你到了附中，肯定老师也让你减肥。56，160，82斤，比例14，B 长一，是不是太胖了？胖的话有一点点胖，但是你这个身高的话很不错，你比例如果有14的话，你练一练的话能到15-16，你只要把体重瘦下来，你还是有机会去冲个一类的。对，走小一开有风险，有一些初中身高又不太长起来，到时候也难。这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你如果真的你考上了之后，学校收你之前会让你去做体检的。体检是干嘛？就是测你的骨龄，你看的时候到时候能不能长多高，知道吧？就是学校他也会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他如果说会去给你测骨龄的，就包括大家家长自己也要去测个骨龄啊，因为你孩子如果是打算去走这个舞蹈这一块的话，你的条件，身体条件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合适的话你再去走。150比例19，比例19，真假的，比例19，可惜我们太远了。你是哪的？因为小艺考它全国的机构就不多，知道吧？就大部分我们这边孩子也是全国各地的，也没有说是江苏附近的。广州啊，梅老师以前就在广州。广州还好吧，广州也不算很远的，像我们这边重庆的也过来的，哈尔滨也过来的，对，就是我们上一次有个杭毅过来考，啊，你考上杭毅了，你如果真的比例19，那肯定很好考，啊，比例16是不是？16的话正常，对，16算稍微正常。我说如果比例19的话，对对对，那就很好考。对，我们左上角给大家发了个福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左上角福袋，
然后大家可以帮忙点点赞，在看直播同时没有事的话帮忙点点赞，我们先把点赞冲到3500好不好，因为现在这个是新号直播，还是需要大家的一个数据支持的。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先把点赞冲一冲，冲到3500。每人点10下就够了，很快的。现在是男孩，跟男孩一样。男孩的话，就脚背可能会稍微硬一点点。对，谢谢大家点赞，谢谢大家点赞。哇，这都3300了，很快很快，加油加油！谢谢大家点赞。然后大家可以去抢一下我们左上角福袋，之前去过我们的，现在还是就业生高，目前4年级，11岁，身高才134，体重48斤。有做过骨龄吗？你去做过骨龄测试啊？对，医院去做过骨龄就知道了呀。你看一下你家大概5年级、6年级能长多高呀？对，这个问题不是问我们能不能考的，对，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孩子你5年级能长得多。好的孩子，可以的，就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就是这种。怎么样才知道孩子合不合适？第一个就是尽量的，你到了3年级之后就可以去找一个专业老师，那就给你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测，知道吧？就专业老师会从你的身高、你的条件、你的比例、你的形体、你的就是软度啊，各方面的五感这一块去给你去综合的判断一下，知道吧？这样你就会更加清晰。最低的话，6年级，最低6年级身高标准是多少？啊，他这个也没有什么最低，知道吧？他不像大一口说你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最低的话，正常的话，6年级的145往上，145以下就很难考了。不是5年级，6年级的话要到150左右，是最好的。下一个是分子仪还是金军呢？压脚背的方法，像。我们应该发过，我们的视频里面可能发过压脚背的方法，可以去看一下。对，梅老师，是蚊子吗？蚊子来了。我是不是穿的绿色的衣服？是的。对，大家没有点关注，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国标舞有集训吗？大一考的国标舞有集训，小一考的我们暂时还没有。对，大一考的国标舞我们这边是有集训的。过一会儿拍一下季老师的班，我的孩子在那个班，让我看看他。看情况吧，看情况。如果说合适的话，我就过去。来练的孩子是零基础还是有基础的？有，大部分是基本上，怎么说呢？肯定是上过兴趣班的，不能说完全一点基础没有。对，不能说完全一点基础没有，肯定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可能上过舞蹈兴趣班，但是基础也是一般。这个班的孩子好一点点，这个班大部分是周末班的孩子，可能季老师那个班就是基础就稍微弱一点点。在哪里？在南京，南京江宁。对，我关注你了，但是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去扣个一，我关注一下你们，然后你可以去私信联系后台，然后我们给你去解答。对，大家如果说想要联系我们的，可以扣个一，然后我会关一下你，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去联系后台，然后给你去解答相关的问题。身高有硬性要求吗？有女孩。你现在笑笑，你可以把你的孩子的年级、身高、体重打出来，然后给你去解答一下。对，大家没有点关注，记得点关注，因为你点了关注，后面系统才会给你推我们的直播间，要不然你就是可能刷不到。你视频点点赞，可以。一个班几个人？一个班的话，8到12个孩子左右，12岁，身高143。你12岁是几年级了？对，要把年级身高体重拿出来。
19的话，你是上大学了吧？国外求。对，5年级的话，一至三的话还可以，就是稍微有点点矮。你看他6年级能不能长到，最好是能长到148，148是最好，最能不能长到148？这块不要为了脚趾并拢而把脚踝分开，这样的话你变成 O 型人，中间是个 O 型，而整个两个脚后跟立住以后，把你的整个脚踝这块对，脚要踝把你整个的变平，身高体重也说一下，家里或整个把脚这体重也说一下最好。踝在这儿外开里边就会转的过去，在这儿对，我们左上角的福袋还有1分多钟，五秒红，可以去那因个为你如果抢按一照这下。个来就很轻松了，你来身这高就一是三你零，俩体重，的，呸，对，你的完体全重不一是三你零，俩身高的，一六五怎么样？太重完了，全太不重是，了。你这一百三十斤，你走艺考肯定是不现实啊。130斤走艺考肯定不现实。正常你的话，如果说165的身高的话，就是你们两体个重得要控制到75斤以内，先选一六九。最差也是80斤左右吧。你的视频点赞，别刷屏，别刷屏。直播说话的是王老师吗？不是，不是。他现在就给他去压，男孩压脚背。他的软度还可以，他软度还可以，没有那么硬。一二，120，170，你这是几年级了？柚子，小柚子，你是几年级了？你这个身高不像是小艺考的，大艺考吗？对，欢迎新进来的观众，现在是一个就是小艺考暑期集训的课堂，然后现在给他们压脚背，大家有任何舞蹈艺考相关的问题，都会打到公屏上，然后我们给他去解答一下。对，然后没有点关注的话，点关注。我们每天都会给他一起直播，分享一些艺考的干货。然后我们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对，大家可以去抢一下我们左上的福袋。高一的话，你如果说是女生的话，170这个身高是很不错的，然后120斤，稍微控制控制吧。对，你减一减，减到100斤以内吧。去走这个大艺考还是不错的，你这个身高去走大艺考还是可以的。对，然后我们左上角给他发了个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对，欢迎新进来的观众。其实大家就是一定要去多多了解一下这个艺考，包括其实你看，大家很多直播间的家长就是可能想问一下这个身高合不合适，其实就是对艺考不够了解。对，小艺考多少岁？小艺考是5年级和6年级。因为是艺考的话，对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和选择，它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升学和就业，对吧？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因为不了解，所以说错过了。就包括刚刚有很多初一的家长，就孩子已经上初一了，就来问我这个身高体重合不合适？但其实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年龄阶段了。包括大艺考也是，他大艺考也是就是针对高中考大学的孩子，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多多关注一下，了解艺考。3米6上好像出状元。对，就不要去因为你的，对知识的不了解，而去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体重80斤，身高一五零80斤，有点点重，要瘦到60斤以内。对，因为走小艺考的话，对你的整个形体的要求会高一点点。如果说你太胖了，肯定不行。他不行，你看他那小眼神。大一课有直播啊？有的，有的。下节课11点左右的话会有。小艺考3、4年级开始准备了，你家那时候正好疫情3年。是的。
是的，但是也不晚，其实五年级开始也不晚，就是一年的时间是够的，就看孩子他自己的一个付出了。他疼死了。是的，刚来在哪？在南京，南京江宁。瑞瑞还是比较听话的孩子，他平时练习虽然疼，他也不会说去抗抵抗，而且很配合，很配合老师。能不能看季老师吧？有多少人想看季老师吧？你家升今年升六年级，那可以啊，还有一年的时间，还可以去冲一冲。身体条件怎么样？啊，还有一个男孩，还有个男孩压，压完就差不多了。比例不好。现在有多少呢？他也是男孩，他的基础好像他是好像是零基础的，因为我看他感觉像零基础的。我估计他会嗷嗷叫一会儿。你看他现在还没上就开始，还没开始发力呢，就已经有表情了。对，因为他好像零基础，然后刚开始，才刚开始来练，然后就会比较紧张。对。不好意思，这都是好多比例好的孩子，没关系，没关系。对吧？孩子多少比例就往什么学校去冲呗，对吧？就你定好目标院校就行了。也不是说每个孩子他都能考上北五的，对吧？能考上北五上戏的孩子毕竟是少数，那些一流院校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可以去看吗？可以，可以，一会儿吧，压完他我们就去看。你家孩子是真的喜欢，就让他练练。对，孩子喜欢很重要，你即便你就算你是小一考这样冲一冲，如果即便冲不上，你后面还有大一考呢，对吧？有想去季老师班上可以扣个一啊。对，有想去季老师班扣个一，我看如果多的话，待会压完他我就过去。一个压一个脚，一个脚一个脚的来，你不能一下压两个脚。对，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个关注，然后我们左上角福袋还有四分钟，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对，因为他刚开始他是零基础好像。他是零基础，所以说可能刚开始来的时候压的时候会比较就不适应还。好，现在给他去踩一下。对，现在老师给他去找到外开的感觉，因为他可能还之前没有基础。想到了当初的自己，加油加油！对，但没有点关注，可以点关注。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刚才这个偷笑。可能他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刚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也是比较疼可能。对。加油加油，马上到了。
好好好。加油加油。刚开始踩的话就是这样的，第一次踩看看。你看，即便就是这就是学舞蹈的孩子，你看，即便他很疼，疼哭了，对吧？他也没有反抗，他也还是在配合老师去练习，对吧？也没有说我不练了，我要出去，我要干嘛，对吧？但你看，孩子如果学文化的话，他就是对，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即便他会过程会比较艰辛。比较辛苦，但是你还是愿意去付出的，愿意去坚持的。对。对，但没有点关注，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每天都会给他去直播。然后大家有任何的舞蹈艺考问题，都可以随时让我们直播间去了解。有你点个关注，那个系统就会给你推了。像我平时有时候可能，看到好的直播间忘了点关注，但后面想找怎么就找不到了。所以大家没有点关注，直接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然后左上角的福袋的话还有一分钟，现在只有四个人参与，那中奖概率还挺大的。对，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孩子多大了？应该是五年级，他应该是五年级的孩子。对，好，现在压另一个角。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要去走这个舞蹈艺考的话，也可以去把孩子的一个年级、身高、体重打在公屏，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去简单的分析一下，对，适不适合，包括大家对于舞蹈啊、艺考啊这块有哪些问题的，也可以去打在公屏，我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对。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关注。对，加油加油！六年级168高，体重75，你这个身高体重真的太好了。但是你现在六年级是明年六年级还是今年六年级？很适合，很适合。这个身高体重真的是绝了，一类的瞄准。只要你的比例不差的话，但是你现在是六年级还是？你现在是六升初还是五升六啊？加油加油加油！啊，韩丫头，你是六升初还是五升六？如果说你是五升六的话，那你现在非常合适去走这个艺考，因为你这个条件很不错。走了，周末见。好的，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周末见。我现在开始加速了一天。六升初啊。身高160，体重75斤，比例13的话，六升初就有一点点可惜，能上的学校就少很多。瑞宝哭完了吗？哭完了，他没哭，他没哭。对的，六升初你这个就晚了，有一点点，所以你能去走的学校就比较少。看，给他擦擦眼泪。男高音，是的。哦，还有最后一个，还有最后一个。看完这个，我们就去教室班了。对，他刚刚压过了。前一个，刚刚那个男孩前一个就是瑞瑞。对。呀，这个脚长。他可能也是没来几天，没看到哭，有点失望。
对，不能使反劲，是的，要配合，就练舞蹈一定要配合老师，因为你抵抗的话，首先你容易受伤，第二就是你没有效果，你就白练了，你就白疼了。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对，放松一下，放松放松。瑞博还知道，还说要让这个同学放松放松。民族舞吗？是就是中国舞，就舞蹈的基本功。现在也没有说分民族舞，或者说，其实你现在艺考的话，它你不管，主要还是中国舞。小艺考的话，更多只分中国舞，没有分到民族舞那么细。对，但没有点关注，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在这呢，在这也练练，脚掌抓地抓纸巾。有体育舞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们主要是针对舞蹈艺考的，没有体育舞蹈这一块的。暑期集训有吗？现在就是暑期集训啊。对，现在就是暑期集训。现在的话已经开始了，报名的话大家可以去联系后台。现在的话名额不多了，像因为我们就两个班，然后名额已经不多了。对，如果说想要来的，应该还有几个名额空出来吧。就是第二期的，可能后面的几期可能还有几个名额，有需要去报名的可以去联系后台，对，或者扣个一，然后回关一下你们，到时候让老师联系你们。对，加油加油！这是哪儿？这是南京八个八拍。对，然后大家没有点关注，可以点关注，可以帮忙点点赞。可以在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帮忙点点赞，因为这是新号的直播。对，现在还是需要大家点赞的数据支持，才会抖音才会给我们推流。我们能不能先把赞点到7000，好不好？直播间才127个人，每人点10下，帮我们把赞点到7000，好不好？谢谢大家。对，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就记得一定要把打得公平，然后我们给大家去解答。如果说想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要走这个舞蹈艺考，就可以把孩子的年级、身高、体重打得公平，然后我们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对，没有点关注可以点关注，每天都会直播的。对，我们点赞点到7000，谢谢大家。很快很快，对，我看现在这个赞上得很快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老师就是给他压完之后，让他去找到对的感觉，脚掌怎么去发力的感觉。19岁，你是已经上大学了吗？对，我们这边是主要是针对舞蹈艺考的。对，针对艺考这一块，老师真心希望你们把你们的脚和袜子洗对，我真心希望你们把你们的脚和袜子洗要不然每天让我很痛苦。对，马上点赞到7000，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吗？可以啊，可以啊。准大学，你就已经没有必要去练了呀。对，感兴趣就可以啊。哦，你是说兴趣班是吧？兴趣班的话，我们这边还是不收的。暑期一个月多少？具体的费用问题，你可以去联系后台，好吧？我回关你一下，然后你到时候可以去联系后台。对，我回关你了。优雅，优雅。对，谢谢，豆果霜评审的小心心，大家可以不用送礼物啊，大家帮忙点点赞就行了，大家帮忙点点赞就行了，156.5，76斤适合走艺考吗？开学初二，可以走，可以走，只是说你这个年龄，就是没有什么学校好考，你初三升高中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对，初三升高中时可以看一看。如果你打算走艺考，可以去看一下，还有3年制的附中，3年制的附中，然后后面再走大艺考。你这个身高体重倒是还可以，一般吧，就是身高可能稍微还是矮了一点点，可以高中考一说嘞。对，有高中的3年制的附中。对，验完它我们就去季老师班上，给大家看一看。
对，我们左上角福袋还有5分钟，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左左上上角角的的福福袋。袋要3分钟后立即提取吗？人家孩子学舞然蹈后那八级了，现在已经个，10级了，艺考有如优果势吗？说有四百有，个人，因为你如果说考级的话，考到10级了，练了8年的话，那你的基本的很多东西都能解决，走艺考肯定是有优势的。不是，你是说高中考星海那些？哦，如果考艺校，可能会选卫视。你的脚趾头在地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慢慢对，的前移前移，不要如果说让有你基础的话，去走艺考肯定的是有腿优势部的。进行一个对，弯但曲，没有点关注的第一个点，我弯们左上曲角的关注话，啊。你的整一个脚掌的位置，也就是足弓的位置，是要往上顶，对，每天都会有直播，你点个关注，后面就才能刷到。如果说不点关注，你想要了解的话，可能就刷不到，就找不到我们。嗯，老师现在给他去压，给他去讲这个发力的。对，谢谢大家点赞，我看点赞已经到8000了，谢谢大家，已经超标了。看后面的男孩，他在偷懒了。你干啥？刚老师该去讲发力动作，他听懵了。对。现在就给他去掰一掰，让他找到对的感觉，推脚背的，推脚趾的感觉。对，然后大家有任何舞蹈艺考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打在公屏上，让我们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小时候也是天天苦着练，是的，是的，深有体会。学舞蹈孩子没有哪个不哭的。因为你练舞蹈，你要练软度，解决软度问题的时候肯定是会疼的呀，对吧？疼哪有不哭的呢？不哭的孩子很少很少。加油加油！但你哭过之后，对吧？你付出了就会有回报的。你其实学舞蹈孩子，你往外一站，他就不一样。他往外一站就不一样。你想考舞蹈教师资格证，那你去考呀！你需要我回答什么呢？大学可以开始走专业吗？想当老师，可以啊，可以啊。老师，为什么你的脚背那么差？只有一个原因，练得少，练得少，压得少，或者你压的方式不对，练习的方法不对。对，然后我们压完了，然后我们给他换个班，好吧？给他去技老师班上看一下。这边他们压完之后就在练出叉，12年纵狗，不可以不可以。对，我们现在去季老师班上给他看一下，因为有就是有直播间有家长的孩子在季老师班上，给他去看一眼，就是我们的以前的。考上的学员，这边也是好几面墙，都是很多是一类在这儿是吧？在练，这个是在练胯根儿，应该。这边有两个男孩，看到你女儿了。好的，好的。